睇到呢啲简约嘅清水舞同几何线条建筑，就知道系出自大师安藤忠雄手笔啦。不过呢度唔系日本，而系南法普罗旺斯，可能系全球最靓酒庄嘅 Château Lacoste。酒庄内有大量大师级艺术品，包括普纳兹克建筑奖得主，亦都有时装设计师同雕塑家。各种艺术作品在葡萄园里面百花齐放。连 Marovi 都是大师设计。参加完 Marovi， 记得来旁边的商店试酒啊。